师傅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公太，你唔通安尼讲啦，这一定是我过去世的业报啊，拢是地主的罪过，地主无好好奉待师傅，地主实在是真后悔。公子，你卖自责啊！这跟你无关系啦，是我家己一时无注意啦，吼！不要紧，师父，地主对不起你。哎，来，好啊，好啊，来，哎，我跟你讲，这药啊。已经搞好啊，哈唔过，恁一定要让恁的师傅好好啊休困，空嘴一定要好好啊照顾，哈那无是会有性命的危险哦。是。大夫啊，多谢你哦。哎呀，大叔啊，你千万唔通安尼讲啊。你是阮杭州百姓大恩人啊！恭喜伊有九百块，恭喜伊米这冰窖。酒的百姓该清楚，大师恩德贴心胸。师父啊，这是阮报答你上好的机会。唉，我是应该，逐天拢爱来替你换药啊。啊，不过婚车时实在是太远啊！我老啊，只想卡无路用啊啦！大夫，你放心啦，我会逐天去花村堂接你，我会爱你来婚车时。安尼好，安尼好，相信师父一定会早日康复。应该。让我去接大夫上山，但是师父现在最需要你照顾他，你不能离开师父的身躯边啦。我公子师兄，你放心啦，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。多谢你，大夫。多谢。一个月已经过去了，事的伤也已经好很多了。公子师，你就别再自责了。师父的外伤是有比较好，不过现在师父他的脚无法度撑着，恐惊以后也无法度行了，这拢是我的罪过。为什么不是我受伤？我希望受伤的人是我。师兄，代志都已经发生啊，想想这对代志嘛无帮助啊，但也是为师父多念佛，希望佛力加持，祈求师父会当早日恢复嘛。师父，啊，师父谢你。我都行了，不要紧，
不要紧，您免担心。就尊主，我的脚无法度行路，嘛不要紧。吹可以念古名，吾秋可以草金经，只是以后生活会较无方便而已，不要紧，这拢不要紧。师父，你千万唔通放弃。大夫讲，只要逐天练习走路，总有一天一定会用得恢复。好，来，也无恁甲我扶咧，吼。我搁行看卖啊咧，好，师傅说你，好，师傅说你，师傅说你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师傅啊。你先休困一下。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师父，我袂忝啦。师父，谢你啦。我起码吼，这双脚吼，愈行愈有力。你陪我搁行行的吼，来。是。谢谢你。
恩情不定心何师父，伊大人来探望师父。大师，大人，请坐。闻听大师做皇为难，我心中非常牵挂。只是公务繁忙，一直到今日。再来探访大师啊，我的大师，你的伤势如何啊？犹如大人挂心，我已经好真济了。经过这次的劫难，并且有真深的体悟啊。愿闻吉祥啊，大人。众生无时无刻，不再受了我世痛苦，就算会当身为人生，也是有无尽的痛苦啊！是呀。也是讲到受罪而悔恨而死亡的人，要较侪含冤枉死的人，生而为人也是有无穷的痛苦啊！正是如此。经过这次的考验，我才体悟到
从今以后，我那些当得到一时片刻的安乐，我就应当思念六道苦恼众生啊！修心起修持，杂生净果体福地，何者众生净土起？希望所有的众生拢用个这性净土永不退转啊！大师的悲心宏愿，真是令人钦佩啊！大人，孝顺出言，贫僧愧不敢当啊！我想起年少之时，道德经，老子说：“福兮祸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。”果然是至理之言呐、啊。俗语讲：“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啊！”大师这一处，因何得福？是呀、啊。佛说：“人命在祸劫之间，我这次又深深体会了。人命在祸劫之间，这是佛陀讲的心，在《四十二章经》内有记载。公子，师父。”你将这段故事讲给太守大人听。是。有一天，佛陀问弟子：“人命有偌长？”一位弟子回答：“人命在数日之间。”佛陀摇头。说不是。另外一位弟子回答：“人命就在一顿饭之间。”佛陀也是摇头，说不是。第三位弟子回答：“人命在呼吸之间。”佛陀说：“现在你已经知影真理了。”佛陀一句话，就将生死说得如此明白啊！命在呼吸之间，看来大人，这次上分车，并无白走这一转。良师听闻佛法，入定自悟啊！多谢大师开示。阿弥陀佛。六经通。
师父，张大夫的花尊堂就伫个头前。好，我要好啊，感谢张大夫，伊会救命赐恩呐。我跳跳的鱼，大家紧来看哦。我要三尾草鱼。好好好，马上现台了。哎，鱼头我不爱哦。我知我知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好食的土鸡啊，万来都买无。头家，可要六只鸡腿？六只鸡腿，哎，无问题，等我一下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太极公，太极公，进来看。阿弥陀佛。乡下的百姓啊，菩萨圣，可怜性命，我的悲鸣，叫福气。无止境也无边的恶意啊，已造成。师父啊，你是不是身体无爽快？为啊，我是心内艰苦。师父。你一定是见到百姓多做杀业，所以才会心内艰苦。师父啊，杭州基础好地理，师父建造。仙意要去奉行，用慈悲。师父推行奉行，今嘛已经渐有成效。杨哥，百姓吃醋。应该安怎做，才会当劝导百姓，唔通杀生呢？我，我想要写两篇文章，一篇是解杀文，解杀文；一篇是奉生文，奉生文。